10月19日，周杰伦来港宣传自己的最新专辑《摩羯座》，并在某商场举行签唱会，吸引了近2000名市民来到现场。据悉，周董旧爱侯佩岑日前也已经来港工作，但表示不愿与周董住在同一个酒店。周董表示，即使大家分手，也都是朋友，双方无所谓必来必去一说。最近周董又和台湾女模陈匡怡传出绯闻，对此周董表示，当前自己还是以事业为重，感情之类的事情暂时还没有时间去经营，是已经忙到没有时间去谈恋爱。我觉得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是需要充实，需要努力。会唱的朋友跟我一起唱好不好？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导演可以看的，就不必继续往前走，为什么每年这么多需要堕落，奇怪的彼此等待多少年，我想你在同人永远走下去，我们是不是太执着，记忆一起就算没有永远。谢想想多么的我知道，我抱上真的可以有一点的依靠，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好，准备啊，我靠着大灿烂，睡着吗？站着吗？睡着吗？